Yes 123职场占卜，帮你算出你的职场运势。今天要来帮大家算年后有机会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吗？首先请在心中默念题目，接着从以下五张牌中凭感觉选一张，不要偷换牌哦。接下来帮大家讲解这些卡片的含义，可以按下暂停慢慢读解说哦。Thank you.